中中失去了他，但是他一直没离开我们，我和儿子都想念他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失去了，为了我们的明天，我们要活得更加坚强勇敢，为了下一代，也为了自己，所以要他给了我们力量，我们要比以前过得更加坚强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去好好的面对。虽然是地震中，在地震中我们学了很多，让地震也让我们懂得很多，所以现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心平气和地去面对，我说这是给我们最好的努力。之前因为我地震受伤过后嘛，也不愿意出来见人，也不融入社会，很多事情也要靠别人，自己又不能做，在这里康复好过后安上了假肢，我自己也能简单的跳起舞啊，自己能照顾自己啊，自己融入社会当中去啊，自己很开心。我有一个家，家里有爱我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有疼我的哥哥。我还有一个家，康复中心。因为在康复中心锻炼的时候不能去学校上课，所以有亲姐姐给我补课。补课完之后，还有叔叔、阿姨和哥哥姐姐带我去广场散步、超市购物。感觉很开心，很温暖，我们大家都喜欢这一个另外的这一个家。因为我五一二的时候把自己封闭，发现跟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都活蹦乱跳的，但是自己跟不上脚步，所以我把自己封闭在家里。但是到了康复中心过后，看到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嘛，他们都能够坚强自身自立，给了我一点很大的鼓舞，也是我一个很大的转折点。这里的老师呢也给我经常的聊天啊，给我康复啊，我觉得这也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。